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柏林不一样，我是 Elvis。 每年冬天啊，我最期待就是圣诞节，但是圣诞节过后呢，更让我期待就是折扣季啦。看到每一间店都这样 sale 我就很兴奋，所以今天呢，我就带大家来这个柏林的 shopping 一级战区库档，来看看有什么超值好物可以买。那我们现在就来德国最大的连锁百货 Kashda 里面逛逛吧。一走进来我就看到这巧克力 Lindt 巧克力，哎，它原价一盒要14.5，现在特价10.99，哎，7折，对不对？这500公克，哎，这是我吃过的开心果口味，超好吃的，超级推荐。我们之前去那个 Outlet 不是有买 Libeskind 的包包吗？这里也有，在这边，就这一区。有没有？你就这样拿起来看啊，好喜欢哦！哎，这颜色也蛮勾追的哎。这好像拿着一只玩具鳄鱼。对啊，原价249，特价199，所以我们在 Outlet 买真的是比较划算。但是如果你没有时间去到 Outlet， 趁现在折扣季买还是划算啦。你看这里还有我们 Guess 的包包哎，要不要演一下？我就是柜姐，欢迎光临。你好啊，需要帮你介绍吗？好。我们这边的话，现在有在做折扣的包包，那这个呢是现在最新的系列，春夏系列，有没有？现在呢，冬天过完之后，大家就想要去度假，去海边，那怎么可以少一个沙滩包，对不对？这种包包你带去海边不怕脏又防水，然后你就可以放很多东西啊，什么毛巾、水壶啊都可以放在里面。可是我在台湾的菜市场都买得到了。那上面有 InGuess 吗？台湾菜市场没有吧？这上面有 InGuess。这些东西跟我们柜上的差不多哎，所以它没有在特价。没有，可是价格是一模一样的。我刚发现啊，它特价就真的很便宜。比如说这个包包啊，原价155，那现在特价119。那现在圣诞后折扣呢，又可以再打7折，这样打完折是83.8，哎，几乎是近5折的价格哎。你不觉得这个很好看吗？它这个是奶油色的包包，你可以手提，也可以肩背，两用式。这样子的话呢，你要出席宴会有没有？你就可以这样提着啊。如果你今天休闲穿牛仔裤的话呢，你就可以这样背着。我都这样介绍给客人，有没有被话术到？有。我在这边还看到这个德国牌子，它就是德国少数的皮质品牌哦。那它就是真的主打德国工艺 ，Akner。你有没有看到它那个马蹄形的 logo？ 比如说它这个包包，你看是不是有一种小铂金的感觉？这个的话呢，也要700块哦。可是我觉得它的缝线啊，它的做工其实就蛮漂亮的，而且它皮质摸起来也很舒服。其实现在轻奢品牌动不动也就要700-800块了。那一般精品的话呢，比如说 LV 啊，这个大小的话要1500到1800，可是呢，你如果买这牌子700块就有了。所以如果你是以 CP 值来论的话，其实德国的品牌啊会比法国品牌还高。你看这里还有水桶包 ，Ralph Lauren 的水桶包，曾经还是风靡一时。在我在念书的时候啊，那个绿色菱格纹的水桶包或是记者包就很流行。它为什么叫水桶包？因为它就像一个水桶啊。所以叫水桶包，这很可爱。我觉得比较像酒壶。你干脆说济公包好了。你不觉得跟我今天很搭吗？蛮搭的，对不对？329块，是不是要说放回去？对，把水桶放回去。哦，它只是一个水桶。这边也有打折的东西，折扣后再7折。你看这一条围巾，它原价30块，特价15块，然后15块再打7折。可是这个颜色很不适合亚洲人哎，这个就是死亡芭比粉啊！我一围上去，我的脸马上黑3个色阶。你看，我觉得蛮可爱的。可是这个颜色很显黑耶。对，你就脸涂白一点就好了。不要，这个只能适合白人，或是皮肤很白，或是我。对，你就可以，我就不行，因为我的皮肤带黄。所以这个颜色不适合我，也不适合普遍的台湾女性，好吗？但如果很多台湾女性说，谁跟你不适合？我很白的。15块，你要买吗？再打7折，这样才10块而已，其实蛮适合我的，我决定要买了。你觉得我穿这个回去台湾会被侧目吗？会。好，那我决定我要穿这个回台湾。它这里还有别的颜色，好不好？我家桃红色的。这个很，这个真的我不适合，我也没办法拿来用。我，你，我刚好看到这一条，这个就很适合我，特别搭我今天。这个也17块，你觉得好看吗？你刚才不是说不需要围巾吗？不要看人家买，你也想买好不好？
啊，既然都看到，而且这个材质好舒服哦，看到了就顺便买一下。你觉得这搭吗？不搭，跟我今天不搭吗？嗯，这个颜色很漂亮哎，你看它是双渐层色哦，大 logo 然后再拼接小 logo。哦，它的这好舒服哦，这个材质很舒服。材质是什么？100%polyester。哦，对，它有主打。我刚刚看到它的上面有写100% polyester。那你觉得我要买吗？不要，我就买桃红色那个就好了。好吧，我也是没有特别喜欢啦，是看你买，我也想买一条。哎，还是你要橘色？我觉得橘色也蛮好。我叫桃红色的。真的啦，你试试看。不要。好，那你买了，你就要给我围哦。好，没有围，我就给你照三餐打。这好美哦，这区好美哦，送妈妈就很好，有没有？是不是很贵妇感？像我在台湾的时候啊，我都会放一条围巾在包包里，因为有时候去餐厅啊或看电影的时候很冷，就可以拿出来披。怎么听起来很老人家的行为？但是这个不得不说，真的蛮美的哎，典雅又大方，对不对？看起来又沉稳。台湾人啊的肤色最适合搭这种绿宝石的颜色，这种颜色最显白。哇，这一条真是太美了，看起来超贵气的哎，我决定要买来送我婆婆。你觉得适合你妈妈？我觉得很适合，喝下午茶什么，感觉很雍容华贵。对啊，而且你看，你如果在冷气房里，你还可以这样披着。哎，这个餐具认真，原价365块，不是365，当时365块，现在特价89.99，这样一组哎，89.99，好像可以买耶。IKEA 的话，一组没有特价就29.99了。少够啰嗦，这个是高级品，懂不懂啊？你看它还有这个产蛋糕的，好可爱哦！哎，我现在又看到更便宜的东西，这个7件套、4把刀、一个专业用的厨房剪刀，还有一个磨刀器啊，这样子特价109，哎，怎么那么划算啊？而且如果你有它的会员卡的话，99.99。你有会员卡吗？我有会员卡，他每年还有寄生日券给我，原价289，哎，等于是3折，对不对？嗯，我觉得可以耶，这样一整组哎，很便宜耶。你看，大中，然后还有这个水果刀，哇，这很轻，超轻的。而且我觉得它的剪刀啊，这个厨房用的剪刀就超好剪的。有没有很轻松的感觉？而且它又是什么双人牌品牌保证，大家来德国玩就是会来看双人牌的东西。好，我们买一组好了。好，哇，好高兴哦！圣诞节过后来买东西都觉得很开心。这个牌子也蛮有名的啊，应该念 Bugatti 吧？那它就是走质感男装路线，所以呢，如果你的老公想要走型男路线啊，就可以来买这个牌子送给他。这个牌子台湾应该没有，对不对？我印象中是没有的。如果有的话，也欢迎告诉我说啊，台湾有啦，好不好？像这个啊，台湾如果是上班族的男生比较喜欢的，像有很多保险业务员的朋友，他们就会穿类似这种颜色上班，我觉得这个就蛮好看的。哎，这件衬衫好适合你哦，这件很好看哎，真的。我跟你讲啊，以前我们刚交往的时候啊 ，Sammy 都是穿这种衬衫出来约会，我们家一大堆类似这种衬衫，现在呢就塞不进去。对，像这颜色就很不适合我，我就没有办法穿那么花俏的东西。对，你穿下去就感觉像是那种椰子树下面酒吧的 waiter。对，真的，这件才60块哎，然后再打7折。你说要先买回去，等我瘦的时候就可以穿了吗？等你瘦的那天，我自然而然会买很多送给你，好不好？这个颜色也好适合你哦，对不对？像这种就很像牛郎在穿的，我不知道为什么特别适合你。我穿起来就很热情洋溢，青春活力。你看我穿起来再配这发型，像不像牛郎？可是还是比较像在椰子树下卖手摇饮的。什么手摇饮？是鸡尾酒。这个是男生的内裤，我看错吗？真的，这也太性感了吧！这很薄哎，我老天爷啊，这个不会卡到屁沟吗？而且它这个还是细带的哦，超细 的,、欸、的，这也太性感了吧！啊，这一条的话，5块，什么5块？22.96。你买红色的？你说这个吗？这个很性感哎，这太性感，我无法驾驭。我这边看到 Boss 的皮带也在打折哎，这一条的话原价70块，特价59.99，你10块钱而已，再打7折。对，他会再打7折，可听起来就没有折很多啊。他应该是要5折再7折最划算。5折再7折，我觉得他干脆送你。
然后我刚刚看到这一条，这条也是 BOSS 的，这条原价是59.99，特价42块，然后再打七折，30块左右，而且刚好是我的尺寸，85公分，是不是很可以买？我觉得而且是全皮的，然后又是 Hugo Boss 的，所以来德国啊，真的是可以来挖一下宝。天哪，这我最害怕的毛衣，你不是一直想买吗？对，圣诞节毛衣，哎，真可爱，这什么？啊，企鹅，好高追哦！它这个没有在特价，可是26块。为什么没有在特价？这都已经过季了，为什么没有在特价？可能因为它每一年都可以拿出来卖，它没有过时的问题。哦，有啦，这件有啦，灰色的，你最不喜欢的灰色。只要灰色的、啊，这特价20块，然后就可以再打七折。这好丑，这哪有人像黑帮分子，好不好？哎，真的哎，它好像这礼物是抢来的。这个嘞。哦，这个很可爱，这有在特价吗？有，这件我会喜欢，圣诞老人栽在这个烟囱里，这个很够追啊，这个就有特价，20块，再打七折。我一上来就看到一些欧巴桑的衣服，这个不能骗人吧？这个真的就是阿姨在穿的吧？对不对？可是我觉得她的衣服摸起来好像蛮舒服的，感觉很适合我妈，不知道我妈会不会喜欢呢？尤其是这一件。是不是超阿姨 style？ 真的，可感觉这个材质很舒服哎，还是我买给我妈穿，也可以、啊。因为她一直说她的脸很圆，她不能穿高领的，也不能穿就是这种圆领的，她一定要有一点点低，才显得她的脖子长。她这样，这个你妈啦，她可以穿呐、啊。我妈对，认真让她当少女，这个好，这件很美吧、嗯？这件我自己都动心了，粉红色配豹纹。你觉得适合我吗？不适合，完全不适合。19块而已，可是你妈可以。19块再打七折，你妈应该穿不下。这个哪有穿不下啊？这个怎么会穿不下、啊？我们两个身材差不多。你跟你妈吗？对呀、啊，你也把我妈想得太胖了吧？你完蛋了！哇，天哪！哎，这件洋装，跟你讲，德国人很敢穿哎，对不对？真的，我在路上有看过很美艳的欧巴桑有在穿这个。台湾也有些很美艳的欧巴桑也是在穿这个、啊，而且这件不贵哦，56块。可是这应该穿去喝酒什么的啦，不会穿去买菜。跨年夜的时候参加 party， 嗯，或是圣诞节的时候，像他们这个、啊、就是圣诞节 party 在穿的、啊，对不对？哎，不错，真的。对不对？而且它50块而已，还有绿色，这个很漂亮哎，我跟你讲。这一套我曾经看过我妈的朋友穿，我真的没有骗你，看过类似。啊，在哪里穿的？就是一般出门啊。啊，不是去红庆啊？不是，这个很漂亮啊，这一件。我跟你讲，人不管到什么年纪，都要让自己漂漂亮亮的。你平常出去吃下午茶，或是跟朋友去逛街，你也可以穿这样子，很美啊，对不对？谁说不行？而且这件才60块，可是有点太薄了吧？这是小心机，你看这样肤色会透出来，是不是很漂亮？哦、然后这边还有开微微的胸，这个也很时髦啊。对不对？配个皮外套的话，然后配个皮靴也很时尚，很有个性。55块，我觉得这一个牌子拍一下拍一下。这个牌子如果你们来德国玩啊，自己穿或送妈妈，我觉得都可以。它这个亮片装就有 sale 了啦，49块再打七折，很便宜耶，对不对？哎，这件也是吗？哦，我刚拿这件也是哎，39块再打七折。哎，便宜还是你要卖给你妈？她的腿太短了。哎，也还好哦，他跟我一样高。可是这个，我跟你讲，女生会恨这种衣服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如果要上厕所，要整件脱掉。这个都没有开动，他上厕所，他要把整个衣服都扒掉。哎，之前我们有同事就穿连身裤来上班，然后他就说：“哦，我刚去上厕所，我脱得全身光光的。”哎，这边是礼服，哎，好漂亮哦。你看这一件，这是结婚穿的吗？结婚啊，去参加喜宴啊。真的吗？或者你开音乐会啊。哦，这是礼服，哦、真正的晚礼服。这件229块。不贵啊，晚礼服来讲，对对，嗯。如果说你结婚的话，你不要用租的，然后你要买一套回家，你也可以穿，哎，对不对？这结婚可能不够华丽啦，当宾客可能可以啦。谁当宾客穿这样，你会被新娘赶出去吧？我的婚礼如果有人跟我穿这样，我真的会生气。这套也是，有没有？啦啦啦啦啦，我是公主，这真的是公主哎！我现在是 Cinderella， 像不像？
感觉很像还没变身之前的。哦，我要跟小动物一起唱歌，是照本照了。萧尬五村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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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听过这个音乐的，想必都有点年纪了吧？你知道我在演什么吗？我知道，王阿婆也敢去。不是啊，铁狮玉玲珑。什么铁狮玉玲珑？玉玲珑都会演这个。我没看过，我太年轻了。OK， 所以离开手提在那里，这好可爱哦。这是行李箱吗？是，这三重奶出的。这是给小孩子的吧？对。对，99欧，好可爱哦。而且很贴心哦，他故意中间坐弯弯的，小孩可以把它骑着，当小马骑。小朋友可以坐在上面。嗯。很高级的，各式各样的。豹、老虎、乳牛。这个有小孩，你会买给他吗？我会。那还好，我们没有小孩。不然你也会花很多钱给小孩子。会，我会，这两个会无止境一直买废物给小孩。对，我刚刚去结完账之后，他给我一个 good shine。如果你还有看要买香水、手表或是饰品的话呢，可以再打八折。这个柏林香水真是 everywhere， 我看到各大百货都有在推这一支香水，而且他这边写 No in Berlin。真的吗？你买得到哟。这个就是那个电视塔，我们有在那边吃过饭啊，浪漫的约会，你忘了吗？真的。对呀、啊。所以如果你要买这个当纪念品，好像也 OK 哈，摆在家里也漂亮。你生日就是这个礼物了。我？对，我就住在柏林，我要这个干嘛？我是说，如果你们要来柏林玩的话，可以买这个回去。这个多少钱？也蛮便宜的啊，25块钱。虽然已经过年过后了，可是你看，还是有圣诞市集耶，超级漂亮的。你看这样整个灯这样照过去，晚上来这边苦蛋逛街真的是超美的。真的。我跟你讲啊，你要买鞋子啊，你还是要到鞋子专卖店买会最划算。现在 Converse 真是越来越贵，你看它特价50块，还是贵啊。我小时候一双才几百块而已。我现在 Tina 的鞋子怎么都那么便宜啊？是原价70，特价30。我喜欢这个颜色。我也喜欢。这个也是40块，多10块。我们已经有2双 Fila 的情侣鞋了，而且我们都没有一起穿。有啦，我们那个布马的在台湾买的一起穿。这样没太多情侣鞋了吧？真的，会不会太恶心？观众会不会想吐？观众没注意到，好不好？直接穿自己爽的。观众没吐，我要吐。我现在又逛到另外一家鞋店啊，更便宜。它几乎所有 Converse 啊，这边的牌全部都是特价29.99。刚刚那个还要40块，这个全部29.99。然后现在看到这一双粉红色，19.99。我觉得你可以买。我可以买。我觉得真的可以买，有你的尺寸吗？它原价64.99。哦，可以买。价19.99。我当然是要给它试穿一下啊！你看，这双完美刚好就是我的 size， 我可以买吧，对不对？我觉得这可以买，20块没什么不买的。而且这个夏天超好搭的啊！而且很适合你，很粉红。然后我刚刚看到这一双，这双 Converse 的，这一双原价109.99，一样特价29.99。买呀、啊，这个有什么不买的？几乎2折的吧。真的，我来试穿看看。这样很不公平，我都没有看到我要的鞋子。你等一下慢慢逛好不好？我先解决我，然后再陪你慢慢逛。很好看哎、而且我今天很搭，29.99可是这稍微大了一点点，我觉得这是你的尺寸，还是你要跟我买一样？好，再买情侣鞋好了。好啊，观众没吐我要吐。我换了我的尺寸40号，真的是超好看的、啊，跟我今天超级搭，真的，对不对？然后你也有拿到你的尺寸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我们现在是情侣鞋了。你有一双情侣鞋了，我们回台湾过年的时候就可以穿这双。我们已经第一双情侣鞋了。重点是这双很轻，超级轻，然后而且很好看，又有增高效果，真的，真的，好开心哦，30块而已耶，超便宜。我刚本来是想说买这双就好了，可是呢，森明说刚刚那双粉红是20块，而且 CP 值太高，所以他也要买给我，所以我就有2双鞋。耶、买到了！今天出门前，森明才说，我警告你哦，我可是没有再给你买鞋子哦。结果他看到那么便宜啊，一次买了3双，这样我们过年回台湾就有新鞋可以穿啦。所以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一间店 Foot Locker？ 如果你在柏林逛街有看到的话，就走进去逛就对了。好可爱哦！这个是我以前在台湾上班的店啊，它这间是主打什么啊？贵宾狗哦。对，贵宾狗。好可爱哦。这可以买吗？你说狗吗？嗯。不知道哎，可是我那时候在的时候呢，他们主打是绵羊，我会买一个绵羊的包包，下次回台湾的时候就把它带来背，超高级。
每次折扣季啊，我们都是从白天逛到黑夜，只要想到买这些折扣饼，我怎么逛都不累。那如果你们也住在欧洲的话呢，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哪一个欧洲城市的折扣季最夸张，还有如果你买过什么最划算的东西，也可以在底下留言跟大家分享哦。那看完影片还没订阅的话，订阅记得按下去，我们就下次见咯，拜拜。